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爱跑步的有为。这期的跑鞋是特步的160X 第二代。特步的 160X 系列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。董国建以2小时08分28秒完赛，离中国的全国纪录只差了13秒。董国建当时穿的便是 160X 第一代，这系列也因此一战成名。到了今年，特步一口气推出了3双马拉松跑鞋，按照官方的定位，大概是 Pro 是给专业运动员，第二代给追求速度的跑者。300X 的目标人群是4小时以外完赛的马拉松爱好者，我自认为还挺符合 160X 第二代的目标人群，我就看看中不中。这双鞋也是我在全球出卖通自费购买的，大概3周就到货了，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连个鞋盒都没有，真环保。因为多送了一个鞋垫，所以重量有点复杂，都在230克左右，这个重量在碳板跑鞋里已经不太占有优势了，就连 Alpha Fly 都比它轻一丢丢，跟国产的飞扬比较接近。鞋面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会打几分呢？半透明的摩洛沙质地偏硬，外侧的压胶让人眼花缭乱，内侧的绒布里应外合，撑起了整个鞋面，摆脱了摩洛沙皱皱巴巴的刻板印象。鞋舌也是独立的一大片，内有薄薄的一层缓冲海绵，还做了不错的打孔处理，后跟是非常扎实的感宝，也配有一定的填充海绵，整体而言透气性不错，就连鞋底都开了一个孔，鞋楦有点偏低，包裹感比较强，一开始会感觉有点压脚背，鞋舌也会有点磨脚踝，但经过几十公里的磨合后，鞋舌会变得更贴合你的脚型，鞋身的锁定也做得非常好，脚踝能够被牢牢地固定住，鞋面的完成度真的非常的高。唯一一点小抱怨的是，前掌内侧的鞋面似乎没有做过弯折处理，弯折起来的存在感就会变得非常的强。外底跟上一代大致相同，大片的耐磨橡胶，55公里过后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磨损痕迹，抓地力也满足日常的使用。再来看看中底，加厚的动力桥皮壁跟大多数碳板跑鞋一样，同为疲惫发爆的中底，碳板就有点另辟蹊径，从第一代开口的 Y 型碳板改成闭合型的 X 型碳板，整体刚性并不强，能起一点抗扭转的作用，也可以为中底带来不错的稳定性，这也符合上脚的预期，真的是非常的稳，一点前倾的感觉都没有，甚至我都有点怀疑它真的是碳板跑鞋吗？55公里主要做的是400配速的路跑训练，还有最近常训的乳酸阈值跑，说实话跑起来的第一感觉是非常的失望，回弹的感觉非常的普通和不明显，并没有一般匹配材料那种明显的弹力反馈，碳板的刚性也比较弱，滚动感也不会特别的强，但是稳是真的稳，有一段湖边的路我一直在用超400的配速在跑，路况其实不是特别好，但是穿着特步 160X 我真的不需要太过担心路面的情况，它能给我提供一个非常安全可靠的平台，让我安心的踏上，或快或慢随意，而且真的无论快慢它的弹力反馈都非常一致，我也试过1公里330的配速，并不会出现中底被激活或者被唤醒的情况，整体的脚感呈现出来非常中性的状态，它不像上一期的惊叹有着明显的推进力，更不会出现软绵绵的回弹，中底的脚感依旧扎实，缓震感也不强，不过在长距离跑下来之后，能感受到要比一般的厂型碳板跑鞋来的温和许多，可见实际的缓震效果还是不错的。另外这双鞋对落地的方式比较宽容，前掌落地或者全掌落地都可以。说到这大家可能没想到吧，竞速 160X 的二当家将以稳定和缓震为主，不过经过一轮的反思，这样不急不躁的脚感更适合我们这些大众跑者，毕竟马拉松比赛并不是5公里，不是一顿冲就完事了，稳定的配速才是制胜的关键，正巧 160X 不仅能稳定你的配速，还能稳住你的心，毕竟我在穿这双鞋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想要跑快一点的冲动，不过我个人的私心肯定希望它的中底能做得更弹一些更轻一些。另外一点
特步送的鞋垫都太重了，我习惯将动力桥 PB 的鞋垫跟必迈金碳的鞋垫换一换，一来 160X 会变得更轻，二来金碳的脚感也会变得更加缓和，也更适合日常的训练。总结一下吧，160X 第二代鞋面做了不错的更新，外底没啥变化，中规中矩，中底在众多的匹配材料中并不算出色，碳板的作用也更倾向于稳定和支撑，上脚的门槛并不算高，基本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跑步锻炼，能在50分钟以内完成10公里的跑者都可以考虑这一双鞋，但接近1000块钱的定价并不算低，作为马拉松训练鞋肯定是绰绰有余，作为马拉松比赛鞋的话我会有点犹豫，再看看它的长测表现吧。好了，做鞋测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，点赞关注投币你们就挑一个吧，我会不定期的分享跑步心得和跑鞋评测，我是爱跑步的有为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